宁府，宁府，这有字儿。幼山虽在，不关身。这是银莲夫人的字。 怎么还有朵花啊？你如此大费周章地出来告诉我，这一切都跟徐凯有关。徐凯。 那全都是我，他这一辈子最爱画我。画中有姐妹四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四人，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故事。那这屏风有名字吗？四七屏吧。 徐凯之所以偷情，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。